听说这家的鸭肉很好吃，在高雄。高雄的哪里？高雄的林园市场，在这边。啊。那边有蛮棒的。那边有蛮棒。林刚，我在上 YouTube。因为我有在上 YouTube 啊。好吃的东西我都会po啊。你骗你啊。真的。好。这样我就给你们两个入境了。这个是他饭是饭在这边，饭是10元，冬粉15，米雪20，半只鸭200，全鸭400，鸭肉冬粉15，鸭肉饭不加菜50，加菜就是便当变60，然后也有知名的人来这边吃过。好，20元。然后这边有明星加持过的照片，哦，这个，然后跟这个有反光，比较难拍。然后这个也是有，哦，然后环境就是这样子，不要挑，很好吃的，哦，肠子、鸭腿、鸭肉。鸭肉一份是30嘛，鸭腿一只是40，然后小黄瓜那个是多少？30。然后这个一份多少？30吗？对，然后这是什么酱？就一般的。我看一下。然后这是什么姜吗？还是什么？蒜头。蒜头没有丝啊，它是姜吧？应该是把它切的。应该是姜，我看一下，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哦，姜啦。姜，它是姜末。对。然后切得很细。然后这个是什么饭？鸭油拌饭吗？还是鸭？吃了会变鸭吗？没有。吃了会变鸭吗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爸，我找到爸了。好，你没有入境，你只录半点而已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是林 BB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